OK， 好像我也有生日这样。And then got ice cream. And then we have 40 grams of water.嗨大家，我是 Alicia。 那么今天这集呢要给大家拍的就是九月的 Adulting Diary Vlog。 因为九月了嘛，其实我身边很多很亲的朋友都是处女座，所以呢今天的开场就是没有错，就是要帮处女座们庆祝生日。拜拜，大家好，燕燕，两位处女座，哇，哎，你这边很美耶。没有，你没有贴纸光，很美耶。是我这边美啊，但是决定你要坐这边吗？毕竟你们两个生日。是啊，因为你的光哥不是很好的，真的有，真的很丑，真的。你看回我的光，你的头纹鼻子。哈啦，今天吃日本餐，可以大家去吗？那我先，谢谢燕燕介绍。谢谢小吴。好吃吗？哇，这个是，哇，很好吃哦。觉得。哎，不是，等一下，我们是不是要拿蛋糕出来先？哦，这样给回他。假装不懂，我要重新。我去。看啦，很可爱耶，这个蛋糕。它是 chocolate， 还有什么 walnut 啊？亮亮的，很美哦。红到发紫。谁生日谁你先吗？你先，我先。一二三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Happy birthday to Judy。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而且我跟你们讲一个东西，那蛋糕拿出来已经20分钟过去了，我们还在拍照。还在拍照。我想要吃蛋糕。哎，这样子看很黑嘞。你们看我 ，OK， 给他们拍照先。我礼物还没有送出去。大家30分钟已过去，你看他们还在做梦。OK， 可以吃好吗？真的可以吃的。三个 K， 好像我也有生日这样。它不会很浓的，就更美。不会太。看这样子很美，看这个人吃到这样，还太吃。就是我刚刚后面，我也是觉得有点无语。怎么我们刚刚没有在这里拍照？不懂我们怎么。嗨大家， Today is another day。 这是我今天的 outfit， 因为今天呢我要去参加一个 event。 现在是早上了，差不多10点半，我要出门了，然后我一点东西都还没有吃，我就想说好吧，所以 event 通常都会提供咖啡还有什么还有食物，我们就去到才吃吧。嗨大家，我从 event 回来啦。哇，这是什么鬼东西，这好像有一发的 foundation 被我转掉了。 But anyway， 现在呢我要去运动。我每次运动之前哦，我都要打果汁，结果每次要打果汁的时候就没有电，我就要 charge， 我现在就要等。好，掉，
家，今天呢是9月22号。哇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一整个大生病，你们听到我声音吗？其实我现在喉咙超级痛，我就从巴黎回来过后，我的喉咙很痛，然后一直咳嗽，然后有点发烧。可是我咽了，不是 COVID， 所以我觉得应该真的是我在巴黎玩得太嗨了吧。By the way，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的巴黎 vlog， 很快就会出来了的啦。Anyway， 今天我睡到很迟，我这几天我都有点懒散，但是不能怪我，因为我生病了，然后就可能一天做几项工作，我就跑去睡觉了，所以今天也是很迟起床，我不能了，听不懂我想。By the way， 推荐大家，如果你喉咙痛，可以买这个 spray， 还有吃这个糖，超级有效。那么呢，现在因为我还没有吃早餐，所以我现在要去弄一包代餐来喝，因为我个人说，我真的是无法进食。说到代餐，当然我要弄我最爱的晚餐代餐啊！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哎，没完鸟，没完鸟，没完鸟。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如果你们还不懂这个代餐的话，它是我爱了一年的晚扎代餐，然后它是奶茶口味的啦，里面有 chia seed 的成分的，所以就是很耐饱，很顺口，而且你们，我跟你们说，你们一定要掺那种豆浆打在一起喝，会非常的耐饱。我自己是比较食量比较小啦，我可以耐3到4个小时，而且最好的东西是哦。因为我喝过很多代餐，其他代餐会让我觉得很窄很腻，然后喝到一般不想喝的感觉，这个完全不会，它真的是可以让我喝到完，只是还有一点点的小缺点，有很多观众跟我说它会有点太甜对他们来讲，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想要 try， 但是又不想要买大大盒这种的话，可以去买他们的 trial pack 五包来试试看。五包好像是多少钱，我看一下，五包是48块，所以就是我觉得还蛮 OK 可以 try 的啦。而且如果你们是想要买一盒的话，我这边看到是可以拿 voucher code 的，就是购买138的话有5块的折扣，268有10块的折扣，518有15块的折扣，648有20块的折扣，反正你们去 app 的 shopping， 如果要买的话记得按那个 voucher code 就可以拿到优惠的价格。没错，现在要来弄早餐。开始工作了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从巴黎回来，我真是黑了很多天。我觉得我好像 I cannot get myself together， 然后我很想念巴黎，我真的很想要回去巴黎。我真是有认真想，就是要不要 try 看去巴黎来旅居一个月，感觉会很好玩。还在生病着，我的喉咙还是有点痛，今天早上起来哇，整个好像倒戈这样，但是我咽了2次没有 COVID， 然后我就觉得好吧，可能真的是我在巴黎吃太 heavy 了。你们说巴黎什么的话，就是他们食物没有华人餐，没有清淡的食物，每一餐都很 heavy， 然后哇很重口味啊，所以我回到来我就不想再吃任何重口味的东西，我就吃这个最喜欢的 poke bowl， 还要配 wasabi。 哇，就是很喜欢吃 poke bowl， 这个是来自 Edomo 的，好像我记得很多地方都有它的分店，然后你们可以去找找看，真的很好吃，然后又很便宜。今天早上呢，我就拍了个 reels， 是跟大家分享我的 Proya 十月团购。我 po 这个的时候你们还来不来得及买，但是哇，我跟你们说 Proya 真的是我用过之后发觉真的是抗
黄暗黄是很厉害的一个护肤品，你们可以去 follow 我 Instagram， 就是去看那资讯啊。如果你们有兴趣要买的话，可以去参加我这个团购，因为我这个团购是十月头罢了，后面就没有了。So yeah， 大家可以去关注。嗯，那这现在我要来看 YouTube。